混龄时间，巴黎小皇宫 Petit Palais de Paris。小皇宫由法国建筑师查理基罗·沙克雷日后建造，他试图把荣军院的圆形穹顶与凡尔赛宫的镜廊结合起来，所以小皇宫里面整体呈现出古典的样式，采用的古典圆柱、穹顶以及雕塑装饰，在某些局部还大量使用玻璃、铸铁等现代材料，让建筑内部显得既明亮又呈现出空间流动感。建筑师设计的皇宫正门的铁艺大门呢，也深受新艺术的影响，是法国铁饰艺术的杰作之一。下一集呢，我们会专门欣赏这里面的一幅油画，叫做《巴黎旅人》。混龄时间，法国巴黎。